你要啊！我看你也累了，咱们就这么说定了。一会儿我轻轻打你一拳，你配合我一下，假装摔倒认个输，怎么样？你同意了？
后会有期。 就无人能与我抗衡了。
青檀，这儿呢。谁做主让你们把活宝虎放跑了？都给我找去！醒了，啊！来，慢点，小心点啊！抓住了。想跑啊？没那么容易。关键你哪儿呢？跑哪儿去了？管家！一停止不了奔跑，这信念不可动摇。我知道风暴迟早会来到。仙女姐姐，我就知道还能再见到你。你是来救我的吗？快跑！灵师姐，一魔好像在管家身上。
么跑啊你？啊，对，最主要别让我的小媳妇跑了。这到底哪个是一魔啊？哎，林青竹，你们是在追一魔吗？喂，难道最前面那个就是一魔？林青竹，一魔是我的。想到吧，我告诉你啊，这次我可不会输给你。容易让你扑倒啊！再撇！你在想什么？这阵怎么越来越弱了？
这样下去，怎么受缚一魔？是我的失误，让一魔逃了。 你是怕伤着那小子？什么？你那个弟弟？当然不是，是我学艺不精罢了。对了，应欢欢怎么也来了？那个冒失鬼，怕是全道宗，也没人能治得了他。 黄花狐，你该走了，你自由了，回到你的天地里去，不给任何人做奴隶。我也没法天天给你找吃的，你也没法天天保护着我。你知道什么叫做后会有期吗？就是咱们总有一天会再相见的，去吧。 佩服我吧！这黑铁妖豹看着果然不一般啊。小调，你知道怎么取他身上的妖精吗？某人不是本事大着的吗？怎么到这时候没办法了？哎，我说你这丫头，怎么了？办法有，快说，就是得。 见血，什么？让开！小心！我明白了。 你也是冲着黑豹妖精来的，让我给你趟路，你好在渔翁得利。你还挺聪明啊，小爷我早就觉得你不对劲。你要这妖精做什么？实话告诉你，刁爷在祖府里面困太久，需要吞噬足够的妖精，才能重化人性。得罪了。慢着，按理说，你带的路，倒也应该分你一半。 刁爷从不给人家分东西，我全都要。
竟然跳过淬体九重，凝出元力种子，升级到地元境。你现在集中精神，以心行气，以虚运身，爆发元力。 修炼异能，乃切阴阳，夺造化，转涅槃，握生死，掌轮回，无之极，破苍穹，动乾坤。臭小子，你没事吧？我的天哪！ 小脚皮有伤，没掉脑袋，没掉胳膊，没缺腿儿，不碍事儿。真想不到，你竟然凝出了元力种子。哎，小瞧我了，不用道歉。我嘛，让别人看走眼的时候多了。哼，我灵动什么天分？哎，我什么天分啊？哼，只要小爷我愿意学。 迟早有一日赶上你们。谁说要跟你道歉了？啊！恭喜你，你做到了。对了，青檀呢？你放心，他没事儿。 看什么呢？燎原石矿，从颜色来看，价值不可估量。燎原石矿，燎原石矿，好多燎原石啊！
你赚大了！没用的，林董出事了。林董没有消息，可雷家的人提前来了。不是说等两日吗？你还不明白吗？一味的忍让，只会死得更惨。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什么仙药啊！你这个老废物，也想充英雄？废物小子都能顶天立地，废物老子肯定不能输。我们林家子弟，只要有口气在，个个都是英雄。小小蝼蚁，挡得住火烧水淹吗？又烧又淹的要干嘛呀？雷中，妖精在我手里，你也得讲信用。雷丽也给你找到了，活着。下去。爹，没事。雷大公子，我可是亲眼看到雷丽被异魔控制，还打伤了你们自家兄弟。是吗？你知道，我们道宗从不说假话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可不能不辨是非。既然应姑娘都说了，给你们道宗一个面子。等等，我林动从不食言。照咱们的约定，这妖精应该让你带回去，给你的家仆们治伤。林动，你是个人物。哎，我想起来了，你们家雷丽又不是我伤的，这宝贝我也可以不给你。为了得到这个宝贝，差点让小爷我丢了性命呢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哎呀，别急嘛，想宝贝总得拿点东西出来换吧，白得别人的好处怎么好意思啊？说出来呀，你倒说说看，想要什么？你们雷家的千户宅邸，我住呢怕闹鬼，千顷良田，我种粮食呢怕长草，千家铺子，我做生意呢怕昧良心。哎，说点正经的。我不是怕你舍不得吗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妖兽谷和后面那片林子，听说几十年前都是我们林家的产业。你是说那白骨森森的荒山啊？哎呀，没错没错没错，我林动啊从小就喜欢和妖兽一起玩。来来来，今天各位都见证，雷大公子把妖兽谷给咱们林家了。一片荒山换这妖精宝贝，
雷大公子，这个生意不会亏吧？哼，是个好东西，正好助我修炼。雷大公子，这下你可以走了吧？行啊，我们雷家也不稀罕那片荒山，你们好好玩，慢慢玩。走，哈哈哈哈哈！哈哈，这儿有点不对劲。 啊！林中，你想干嘛？ 就是要引你出来。琳琅天在你身上布了阵法，一魔才会寻迹而来。一魔太过狡猾，常常一击即逃，只有利用他自身的力量反弹，才能压制住他。琳琅天，你竟然在我和我爹身上下诱饵！啊，等会儿，现在不是让人激动事的时候。 我已经做好准备了，不会让你们出事的。丫头，想不到本姑娘倒成了大家的麻烦。臭小子！ 区区三宗三个晚辈，外加一个山野小子，也想算计我？师傅给我，要不他就死。臭小子，不要跟他混！我是应玄子的女儿，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。
小毛虎，你怎么来了？小毛虎，你干什么呢？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不换，林动。臭小子，你把你这个宝贝收好了，我不想欠你这个人情。我林动。
主事职，现在可是乱成一锅粥了。一方地界一个主人，青阳镇执姓林，告诉林家上下，明日起，青阳镇执姓林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大爷不用受欺负了。不用受我的气了。太好了，想不到林老三父子啊，还立了功，成全了咱们。族长。 以后您可就是这一方地界的霸主了。哎，话不能说得这么满，也不能说得这么早。青阳镇地界多少年来，不止咱们林家，四方百姓都捧着雷家给的饭碗吃饭。当下雷家生乱，国主那边也不好交代啊。青阳镇前景如何，还不好说呀。 族长多虑了吧。林霄拿命出了风头，他儿子一定不肯善罢甘休。打死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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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！就是！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们疯了！你和你爹毁了我们的青阳！ 你们杀了雷大公子，毁了雷家，毁了我们的生计，都是你！打死你！ 各位乡亲，公道话我自然要说。林孝父子罔顾林雷两家百姓安危，执意犯险，招惹祸端，给我把林东绑了！是。哥，你们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们，族长，族长！ 你们干什么？你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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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
林家不会让诸位
没有饭吃。林师姐，找我有事吗？请你信守承诺，我需要封印在你体内的异魔。异魔是我原门擒的，抱歉，我恕难从命。你放心，我不是来跟你抢功的，我只是要问他几个问题。林师姐，我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擒获异魔，真的不能再放他出来。我一定要问他。你这是咄咄逼人。我也没办法。说好联手伏魔。算我错信了你。林动，你别怪我，你跟你爹惹出这么大的祸端，别说是青阳地界会因此生乱，就是国主知道也会问罪的，到时候殃及家族，后患无穷。当下权宜之计，只能把你连夜押送交给国主处置，唯有如此，才能堵住悠悠众口，也才能避免国主生疑。牺牲一人，保全一族。你爹若是还活着，也会这么做的，啊？委屈你了，哥。擅长化形入体，形态千变万化，想要控制住他，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。要不要让师姐帮你？
你真是身负不轻，要不回来吧，别勉强自己了啊！狼哥哥，狼哥哥，你疯了！你干嘛呢？ 你要是不去，我去。 修为太低，保活不了家人。要不是我暗中保护，你这条小命早就没了。他说的没错，我就是个废物。到外面的天地去看看，做个男子汉。等你有一天走出青阳镇，我再回答你这句话。 现在这心里面，是不是乱得像团麻呀？是啊。怎么样？林东，你活过来没有？你真这么没出息是不是？我没出息。你刚刚干嘛那么死乞白赖的哄我？哄你？我那是悬崖边上拉了你一把。我是雕爷，你得谢谢。雕爷，谢你。 你要不得指望你的主人我，给你寻条出路，谁让你当主人了啊？还也没用。我不能就这么做了冤死了鬼。把这妖虎一并除掉，不要留下后患。长，糟了，林动自杀了。什么？
装死。你要干什么？别胡来！别胡来！你想要干什么？别冲动啊！别冲动啊！别！想留下你们组长的命，就全都给小鱼我让开！林东，别胡来，千万别胡来！林东，一句话好说，放了我，想要杨元石，就全都是你的，啊！这个时候就别跟我说笑了。整个杨元石矿都是我挣来的，我还在乎你这点？那你想要什么？尽管说。对，你有什么要求，你尽管说嘛。把活猛虎放了。林东，你先把组长放了，不然我弄死你这个妖虎兄弟！你要再这么闹下去，我也救不了你了。啊！别怕，活猛虎。面对这些坏人，身为一个妖兽，你可不能跌份啊！林东，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。臭小子，哟，就这些笨蛋都搞不定了。英姑娘，你不是林家人，不要多管闲事。我管怎么了？我是林家人。应师妹，烦请你带林动离开这儿。走。要是跑了，咱们可怎么交代呀？都听到组长的话了吧？快追！是。组长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我虽然是林家的人，也是辕门的人。我今天就要把异魔带回辕门去了。异魔既除，天下太平。国主再不会找你的麻烦，林动也不会再回来给你添麻烦。就此放手吧。你知道青楠在哪吗？啊！你知道啊？他在哪儿？上次见他是和琳琅天在一起，琳琅天应该知道吧？青楠呢？青楠。
这个我活着回来了。古古拉，没事了。林动，你没办法在青阳镇待着了，跟我回辕门吧。我师姐一定会收留你。 脸呢，还不如跟我去。陆焕欢，我说错了吗？他是我弟弟，当然是跟我走。他还是我救出来的臭小子呢，该跟我回去。好了，我哪儿也不去。你跟我永远不会离开你的。走，咱们回家。 我的路，我自己走。林朗天，不管一年两年，还是十年二十年，总有一天，我一定会打败你。 林动呢？我哥为了救我，跃上齐雾楼，我很担心他。齐雾楼，浮世绘大本营。没错，严大师一直不肯见他，所以他才去闯的。别说了，你在这里歇息，我去找他。 悟性啊，是个可造之才呀！林氏，吞噬祖父这么重要，你就任由他拿着乱玩啊？没事，上面有一道封印，就像一个戴上面纱的美女，没有揭开面纱的时候不会让你脸红心跳喷鼻血。没事，没事。嚯，这齐雾楼果然不一般呐，这么多好东西。 我警告你啊！啊！不要再打歪主意，只准拿银龙弦。好了好了，知道了知道了。
在大奎城遇到了一魔，他没伤到你吧？我没事儿，这他跑掉了。应奎宗那边怎么说？不能指望应奎宗喽，我已通知大奎城的暗探，一有一魔的消息，让他马上汇报我们。眼下赶紧让林董那小子能独挡一面，时不我待呀。我就不明白，这无赖小子哪点打动您了？因为那个无赖小子的无赖样。 跟我很像啊！那倒是真的，担当这么大的事儿，你让这小子临阵磨枪，我觉得还不如让我去呢。胡说！一魔凶煞，随时可能尸骨无存。哼，我怎么舍得让你这个如花似玉的美女娃娃去呢？<笑>什么时候又觉得我如花似玉了？你既然那么看好那小子。 让他给找到了。什么？人分阴阳，神之动，命之始，虚无生性，谓之元神。神动篇。 银龙贤，找到了。啊！哎！开门啊！好了，你自己解决吧。 神仙，一会生二回熟，咱们也不止见了三回面了。生日好办事儿吧？是这样的，我妹妹青堂寒毒发作，已经到了千钧一发之时，万般无奈。不，无奈之下，才到跪地来借点灵药，实属唐突。不过救人命嘛，我也闭嘴。原本我对你还有一丝怜悯，没想到你这般无赖。 我堂堂齐武楼，若是让你进出自由了，那颜面何存？这事儿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。哦，最多加上我的小调职，不会伤害到你的面子的。好，你把偷的东西乖乖留下，向我赔个不是，兴许我能放你一条生路。 既然你这么小气，好吧，医药还给你。别呀！大胆盗贼，放开玄素师姐！女神仙，得罪了。
我不能不救我妹妹。今天劳烦你把我送出去。小子，你这歪主意也不少啊，挺要有配合。哎，小心！挺能跑啊！那是，不看我是谁妹妹？哎，逆龙侠呢？来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听话啊！来，张嘴！坏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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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逆龙侠被那个虫物给吞了。真被他吞了，没事儿，真的没事儿的，你不用自责，我知道你肯定不是故意的，对吧？那你这么想，昨天夜里还是你救了我哥哥呢，对吧？那怎么办？现在只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杀了这蠢货，以血炼药。你敢？让开！你要干什么？不许动他！让开！小猫虎，快跑！还得跑。陈小子，陈小子，本姑娘回来了。哎，臭小子，人呢？金塔妹妹。对，来了。都来了，老侄子，他们兄妹俩去哪儿了？他们昨天夜里去闯齐物楼了。什么？他们不等我回来就去闯齐物楼？啊，师妹，浮尸会素以机关之术闻名于世，这齐物楼外有强大的结界，而齐物楼内又有重重的机关，以灵动这刚入地元境的功力，如果硬闯，恐怕凶多吉少啊。他们的防备，那我得去找他。哎，防备五块阳元石。林东，林东，林东，喂，你们把他怎么样了？林东没事吧？林东倒是没事，他把我们齐物楼倒是捅了个大窟窿。这是他干的，有两下子啊！哇，那瓶好漂亮。我看道宗倒是挺想为林动出头的，要不然这损失由你们道宗来承担。赔就赔，齐物楼的损失道宗全包了。好，应姑娘爽快，迅速配服。我们现在来算算一共有多少损失。你别着急嘛，跟我试箱子，武道，武道，师兄呢？还在后面。太慢了吧！你呢？跟他算，因为我得去把林东给找回来。你们齐物楼的东西这么贵，不能你说赔多少就是多少。再说了，哪些东西是林东给弄坏的，还得当面对质，不是？来，你跟他算吧。师姐，走了。
算吧。小猛虎，出来！走开！你给我走开！小猛虎，四耗子，杀我兄弟，你疯了吧？还想救你妹妹吗？再不杀他，取药就来不及了。你想干嘛？你就算把他杀了，取了灵药我也不会吃的。不让！是你吗？别怕，是我。什么煮啊？煮个鬼呀、啊！还蒸呢！我呀，是你大哥。嗯，西南，来。小猛虎，你看、啊，你怎么变成人的模样了？你看，你看。哦、哇！一龙血，你喝我的血，我不喝，你不要命了？我的命是主人给的。哎，行了行了行了行行了，先别洒狗血了，就算你把血放干了，也救不了他。为什么？你还不明白吗？青檀不会喝你的血的。哎，我就奇怪了，你一纯虎，你整那么狗血干嘛呀？真没想到啊，这家伙化成人形还挺可爱的，就是你的脑子太轴了。丫头，你怎么找来的？以本姑娘的本事，感觉到妖兽化人的原力波动很难吗？那依你的本事，在不伤红毛虎性命的情况下，能把它吞下去的灵药给取出来吗？这个嘛，依我的本事，当然不能了。一边去！哎，你刚才说他吞下去的，这什么灵药来的？阴龙涎，能治青檀的寒毒。阴龙涎，这就奇怪了。据我所知，这阴龙涎可没有化为人形的功效。啊？那是什么？小猛虎吞下的，是化形丹。怎么回事？跑！欢欢，小猛虎没事了啊！
眼泪要耗尽了。往哪儿跑？哎呀，你放屁！臭死我！哎，别！我也是自身难保。说实话，要不然，你知道一只耗子或者一只雕，没有尾巴，会是什么后果吗？我说，那药是化形丹，雕爷我在这石府里困了上百年，一直想恢复人形，眼见着勤务楼里藏着，所以你就骗我。我要不使点招，你怎么会心甘情愿的去拿呀？那勤务楼里，到底有没有银龙鞋？也许，可能，大概，哎，尾巴给我留着，给我留着。我都没看到，应该也就差不多没有吧。这小家伙坏心眼太多，我把他的妖灵镇住，免得他出去骗人。不用，骗到小爷头上来了。小爷今天叫你吃吃苦头。刁爷，给你找个家，进去。来，手肘，五十阳元石。说好了。老板，这可是上好的貂毛啊，你真是赚大了。小本生意，小本生意，享受吧你。走。你这小畜生，啊，我可是花了大价钱买的你啊，可别想逃，一会儿剥了你的皮。真的把他给卖了？那个笼子怎么可能困得住他？石夫在哪儿，他在哪儿，他会自己乖乖回来的。这么干合适吗？赚人家那么多阳元石。那人本来就是个奸商，你没看他是怎么对待那买来的兽物的，活该被咱们欺负。嘿，哎，不过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贼坏的雕，真跟耗子似的。这耗子贼眉鼠眼，鬼鬼祟祟的，就该把他赶得远远的，眼不见心不烦。他好歹也帮过我，再说他本性不坏，为了生存所迫才处处耍赖。胡扯，哪有什么本性不坏的无赖，远在天边近在眼前，我不就是吗？呦，你也知道你自己是个无赖啊。哎呦，不过再无赖想想也挺不好意思的，去偷人家齐物楼的东西，还把人家的宝贝砸得稀巴烂。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，我已经叫我师兄过去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欠账还钱，天经地义。不够的，我再想办法还你。咱们就此别过。林动，你这是要赶我走啊？我是不会跟你回道宗的。我一穷二白，现在又得罪了齐物楼，前无去路，后无退路啊！你干嘛总跟着我呀？我跟着你，你想太多了吧？只不过是你在这儿，我也凑巧在这儿罢了。再说了，我乐意呀。我不乐意。什么？我这样？你们是一伙的？你们别误会，他没有恶意的。他没有恶意？你看他嘴上的血了吗？再说一遍，咬人了！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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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了！哎，你就是灵动吧？你也不管管？不管什么？我管鸡还是管毛啊？哎。师兄，人家火芒虎化形成人之前是只妖兽，当然喜欢吃生肉了。
你不看仔细点，他吃的是鸡，不是人。这是你师兄啊，难怪也疯疯癫癫的。山下来的野小子，说话这么没大没小。师兄，你回山上去吧，在这就会添乱。我回去你也得跟我回去。我偏不走，我偏不走。嚯，这吼声像是母老虎啊！你说谁是母老虎？母老虎。有个蹊跷，我得问问。是母老虎。哎，母老虎。我跟你说啊，它是火芒虎的化身。而昨日夜里，他能打破齐屋楼的结界，修为至少在元丹境以上。但我刚跟他小试身手，发现他的真实境界不过是天元境而已。所以昨晚，必定有人在帮他。你告诉我，昨晚有人跟你在一起吗？这气味，闻到过。黄芒虎本是妖兽，嗅觉自然灵敏。你记得那个人的气味？好像在你家闻到过。是我。你走行不行？我请你走。路是天下人的，腿是我的，走不走由不得你。你能不能别总出现在我能看见你的地方，免得我越恼越气愤，又不知道该跟你吵架还是跟你打架。我来这边是有话跟你说。我没话跟你说。是我有话跟你说。我不听。你要找的人昨晚就在齐武楼，那个人他故意纵你破坏齐武楼的宝物，好让你欠他一份人情。说什么鬼话？信不信由你。你仔细回想一下。所以是你把齐武楼打了个窟窿。你是在帮我，还是在害我？林动，你没离开过青阳镇，你不识人心，外面诸多险恶，你一个人应付不来的。打住！好话只说三遍，我就算铺子街头，也不会跟你回辕门去的。你就不为青苔想想吗？你要替青苔想想啊！不识好人心。散了散了，看什么看？没见过啊！看什么？很丑吗？臭小子，我说什么来着？我就说那老头是个骗子呗。林良天也不是个好人，还是跟我回道宗吧。本姑娘罩着你，要什么有什么。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我不想跟你说一句话，一个字儿。为什么？我想说什么呀？姑娘，来来来来来来，人有人路，鬼有鬼途，吉凶只差多走一步。说什么呀？疯了吧？小芒虎，烫啊！用这个事儿。
这个。小猛虎，你现在已经是个人了，就要学着像人一样吃东西、睡觉、走路，还有做事情。哥哥现在已经够辛苦的了，我们不能再给他添麻烦了，知道吗？哥，我得跟你说一声，昨天夜里是我让狼哥哥去起雾楼帮你的，我错了。没啥错不错的，早晚有此一劫。玲珑听说的有道理，那老爷子必定是看中了我什么东西，给我下了个套。他给我下套，我解套便是。哥，滚！别怕，有我在，我帮你。不是说了别叫主人吗？叫我大哥吧。你说你都变成人了，也没个正经名字，不如叫你小严吧。小严？对啊，我喜欢看他发火的时候，鳞甲都炸开，里面全是火。所以啊，给他起小严这个名字，火上加火，岂不是再合适不过了？这个名字起得好，哥，吃个热的。小严。而做人好玩吧？挺好吃。既然我们有缘，从今往后，你就跟我们姓林吧。来，林岩。嘿。林动。林清潭。哎。我们三个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，这样才能有饼吃。